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下午来到水南洞，来走莲洞里步道。从今年9月13号起，每天晚上6点到7点，十三层会点灯。所以今天特别安排水南洞之旅，来欣赏十三层夜景。好，出发了。水南洞派出所。上面是观景平台。黄金瀑布、茶壶山。十三层。这位置不错，到了6点钟的时候就来这边，欣赏十三层夜景。那我们现在继续走往莲洞国小，先过去游客中心参观一下好了。水南洞游客服务中心，三层食堂，这里有卖咖啡跟简餐。三层美馆。爬往莲洞国小。莲洞国小到了，后面是莲洞国小。莲洞国小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室内溜滑梯，非常好玩。现在到2019年1月底，都要进行整修，所以例假日也是没有开放校园。现在下午4点10分而已，所以距离点灯还有将近2个小时。那我们就在莲洞里这边逛一下好了，逛逛这个山城。既然时间很多，那现在去找一下水南洞的台金戏院好了。听说这间戏院是著名的鬼月打卡景点。这是水南洞的民宿吧？这是矿山庶民生活馆。哇，没有开。哇，水南洞也是像九份一样的山城。整个聚落是建筑在山坡上。回到多功能展演平台。老婆先去游客中心喝咖啡等我。那我继续往台金戏院，好像在下面那个方向。水南洞派出所。前面那栋建筑应该就是台金戏院，就在游客中心的下方。
啊，台金戏院，啊，这是废弃的台金戏院，我后面就是台金戏院，我看到了网络资料，大部分是夜游啊来探访啊这个戏院，是著名的鬼屋打卡景点，其实鬼屋这两个字啊代表的就是沧桑，台湾许多著名的鬼屋啊都是繁华落尽以后啊房屋废弃啊沦为废墟。但是又因为目标醒目，所以就成为人们口耳相传的鬼屋，例如基隆的鬼屋，民雄的鬼屋，台金戏院也是如此。采矿结束之后，人口外流，当然就支撑不起这么大的一间戏院，听说里面的座位有高达1000个。嗨，老婆，挥个手。老婆在游客中心喝咖啡。这边是售票口。戏院的售票口。我一个人一张全票。哇，我站的位置其实是2楼哎，下面还有一层。哇，所以这间戏院应该有三层楼高。九份的升平戏院跟台金戏院比起来，真的是小巫见大巫。这边旁边有石阶路，那我就从这边爬回去游客服务中心。上来就是三层美馆。哇，台金戏院晚上竟然有亮灯呢！现在5:50了，三层上方的明仔灯都亮了，不过13层目前还在黑暗中，还有2分钟。哇，全亮了。我们现在回到水南洞停车场。今天的3层夜景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